哦，有点小指斑蝶啦 ，N 字指斑蝶、四字指斑蝶哈，跟端指斑蝶。嗯，这边有将近四方形，开放的。当然那边好几座山都。直接停在上面呢。对对对，那个蝴蝶哦，要有那个它的蜜源呐、啊，蜜源植物。那蝴蝶幼虫的话要食草，哦，这样才能够观察蝴蝶的一生。哎，台湾的蝴蝶目前大概有419种，那紫斑蝶有4种，刚才介绍叫小紫斑蝶，小紫斑蝶就是翅膀啊，只有一个点，它系的口诀哈，就是小紫点一边，圆翅两边点，狮翅有3点，专指的3点，啊，这样的话你就啊，有时候都靠口诀啊，你莫记啊，记咱那个袂记咧，啊，你有口诀知影无？哦，迄个种有功夫哦。哦，人个有内功啊，有心法哦，一样啦，嘿，啊，一点通哦，啊，就万里拢通啊，吼，逐项都拢通啊。我细汉的时候，啊，到7、8岁的时候，毛骨戆戆、呆呆的呢，啊，阮老母拢爱问神哦，卜卦呢，啊，抽签讲说，啊，这囡仔后摆大呢，慢慢啊就会啊呢。啊，这个水质哈，pH 值哈，7.3。